谢谢，辛苦你们了，辛苦了。记得一定要让他按时吃药。我一定要让他按时吃药，放心吧。你按时吃。好，拜拜。哎，你怎么在这儿啊？我刚才下去的时候看见你了。啊？你和我们老大在一起。 他才说含商言，虽然你们很低调，但还是被我看见了。<笑>你肯定是来找我们老大的吧？哦，对。那我们老大肯定也等着你呢。哎，快快进来，进来，进来！我可以吗？可以，可以，可以！谢谢，谢谢，谢谢。哎，老大没有给你准备工作牌吗？给我准备，这不合适吧？哪有什么呀，老大太不地道。 该给你工作牌的，哎呀，不过他就这样，以后比赛什么都不顾了。嗯，不用不用，你们比赛我还是花钱买票来支持你们比较好。哎，你等一下，我给你问一下啊。嘉豪，哎，老大呢？不知道啊。老大刚刚不是还在这吗？哎，外面那个姑娘谁啊？好漂亮。是啊。大嫂。大嫂。哦，我都没认出来，你让她进来坐。 进来等吧。哦，谢谢。热水还喝吗？王子你好，我不是有意要打扰你的，我刚刚其实都已经出去了，然后我听外面的工作人员说你胃疼，我就想回来看看你胃怎么样了。 没事了吧？你谁啊？你谁啊？你谁啊？我在想问你是谁好吗？这，他叫 Grant，Grant， 他是大嫂 ，Hold on。 这什么情况？ 到底谁胃出血啊？刚才大嫂在外面，我就把她带进来了。她在外面等你，你不知道吧？你怎么不给她工作牌啊？太不贴心了。你管她叫什么？大嫂啊。她为什么叫你大嫂？不知道啊。 你认识他？认识，说实话，真的，老大，我都胃疼了，你就别逼我了。你认识他？不认识。Go on，I'm listening。这大嫂还挺听话的呀，说出去就出去。 It's my job. I got it. 都是窦南那个万年不靠谱的，竟然张冠李戴的给错了名字，叫 Grant 的，明明是那个戴眼镜的娘娘腔，根本就不是他嘛。 整个 KK， 你还认识谁？除了我？没有了。所以，整个比赛会场，你只认识我。嗯。所以，你是来找我的？难道要说我前几天对你一见钟情？ 上午又在机场看到你，立刻兴奋地满世界找你的消息，从展览馆一直追到了 CTF 赛场吗？当然不行。不是，我不是来找你的。那就奇怪了，你只认识我，却不找我，为什么非要进入 KK 的休息区，而且手上还拿了一个 Grant 的灯牌？误会。
真的都是误会。我就是今天不小心知道你没有比赛，路过就想着看看热闹。不小心看个热闹。嗯。你坐飞机千里迢迢的过来，路过比赛会场觉得好玩，于是买了一张票进来看个热闹。忽然听说一个叫 Grant 的选手胃绞痛，你觉得这个倒霉鬼好可怜呀，于是就进入 KK 的休息室想看看这个倒霉鬼。哦对了，忘了说，这个倒霉鬼你还不认识。如果我说我真的不认识他，我今天才认识他的，你会不会觉得我在狡辩？你还知道在狡辩？说实话，那如果我说我认错人了，他是不是就会把我赶出去？我好想多了解他一点啊。有问题想问我？可以问你问题吗？有来有往吗？那你也是职业选手吗？我不算。那他们为什么叫你老大？这个问题我从来没跟外行说过。哎，你去跟老大说吗？好饿呀，去跟老大说一下。他们打比赛，我管他们的吃穿住行。那我知道了，这个就很像会展的策划一样，对吗？组织所有的来宾吃穿住行，还要负责他们所有的流程，那你一定很辛苦吧？这么一说也差不多。那我还那个老大，你们聊差不多了吗？有事儿？没有，就他们说饿了。对，饿了。让大家先上车。啊。小七。啊。一会儿先带外面的小孩回酒店。啊，收到。喂，老大，都是九七逼我的，我什么都没听见，真的。去找领队，跟他说我找他有事儿。哦，好。兄弟们，走，上车吃饭了。大嫂，箱子我帮你拿了，走吧。不，我自己来就行了。客气什么，帮你拿，快走了，走了，走了。走哪儿去啊？吃饭啊。啊？吃什么饭？老大让我带你上车，回去吃庆功宴。我也要去吗？当然了，迟早跟我们见面的，走吧。嗯。哎呀，不用怕，我们很好相处的，走吧。我想问一下，是韩商言让我去的吗？那当然了，老大特地吩咐的，带你去，走吧。好，韩商言，你是你女朋友来了？扯淡。对了，问你个事儿 ，Grant 是不是交女朋友了？他的感情生活挺复杂的，我也说不好。